Fiji 1337 少帝也四岁孝王薨有一男四位王十未满岁有省病太后自仰视树倒此解而帝即位遣中郎业者张由将医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疫并发怒去西归长安尚书部则善去状有恐因污言中山太后祝祖上及太后太后及傅昭仪也素常愿逢太后因事遣御史丁学暗宴尽收御者官吏及冯氏昆弟在国者百余人分系洛阳魏郡巨鹿数十日无所得更使中业者令使立与城香肠使大鸿胪城杂志必受傅太后旨己得封侯至逢太后女弟媳及寡弟父君之死者数十人。乌留无福助祖。因徐遂成。言袭君之曰吾弟十一修士蜡至吾弟的二千万耳金玉上。不得封侯不如杀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合奏助祖。谋反大逆。则问冯太后无福辞。立曰雄之上殿何其勇。今何却也。太后还未左右此乃忠与前世事令何用之之是欲陷我孝也乃引诱自杀先未死有司请诛之尚不忍治法废位数人徙云阳宫既死有司复奏太后死在未废前由诏以诸侯王太后仪葬之宜乡侯参君之媳妇及子当相作者或自杀或伏法参女便为孝王后由两女有司奏免位数人与冯氏宗族喜归。故郡张友以先告赐爵官内侯实力千中太仆。而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诬告骨肉立县人入大辟。为国家结怨于天下以取至谦或决议信蒙赦令请免位数。人图何普云中山未基平地母也。父子豪中山卢奴人官至卫尉。子豪女弟为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长女又为元帝婕妤生平阳。公主成帝时中山孝王无子上以卫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二岁孝王薨代魏王。而帝崩无嗣。太皇太后。PG 1338与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位帝莽欲专国权成丁复行事矣帝位成帝后母为积极外家不当的至京师乃更立宗室桃乡侯子成都为中山王奉孝王后遣少傅左将军贞封赐位积喜寿即拜为中山孝王后以苦行献为汤沐邑又次帝就位保帝玄爵关内侯次帝三妹叶臣号修义君栽皮未成李君革子魏尊的君十一个二千户莽长子与非莽革爵卫士孔九后寿或吉思与魏宝通书记教魏后尚书谢恩因陈丁复旧恶己得至京师莽白太皇太后诏有司曰中山孝王后身分名位仁厚之意调臣固定桃父太后丁基被天逆礼上见魏号喜。定桃王于信都魏共王立庙于京师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五。圣人言坏乱法度居非其制称非其号。是以皇天震怒火烧其殿六年之间大命不遂祸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余灾。大事天心妖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绝废惊魂无所依归。朕为孝王后身说经义明镜圣法据古人之祸败尽世之救殃。为天命奉圣言是乃九保一国常获天禄而令孝王永享无。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加之。夫褒义赏善圣王之志。其以中山固安户七千亿中山后汤沐邑加赐及中山王黄金各百。今增赋乡以下制。
为后日夜提气，思见地而但亦护意。于副教令尚书求治，京师会事发觉莽杀与晋诸卫士之属，为保女为中山王后，免后喜合浦，为魏后在王莽篡国，废魏家人，后遂于族，葬孝王旁。孝平王皇后安汉公太傅大司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久，遂成帝母太皇太后称制而莽秉政。莽欲因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亦不欲也。莽设变诈，令女婢入，因以自重，是在莽传。太后不得已而许之，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弘。少府宗国奉、尚书令平晏纳采、太师光、大司徒马公、大司空。T.G. 1339。贞丰左将军孙建，执金吾银赏，行太常侍太中大夫刘兴及太。五太史令以下49人赐皮变素鸡，以礼杂过事，太牢慈宗。庙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公、大司空封左将军建。右将军征韩、光禄大夫新奉承于法驾，迎皇后于安汉宫邸。公封新受皇后喜服，登车称景帝，便时上临延寿门入未央宫。前殿群臣就位行礼，大赦天下。一封赴安汉宫邸满百里赐。迎皇后及行礼者，自三宫以下至邹宰执事长乐、未央宫、安汉宫地者，皆增至赐金帛各有差。皇后历三月以礼见高庙，尊赴安汉宫号曰宰衡，位在诸侯王上。赐宫夫人号曰宫显君。十亿封公子安为包新侯，临位赏都侯。后历岁于平地崩。莽立孝宣帝玄孙因为孺子，莽设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因为定安宫改皇太后号，为定安宫太后。太后十年十八已，为人婉亦有节操，自刘氏废，常称疾不招会。莽敬旦伤哀，欲嫁之，乃更号为皇室主令。帝国将军成亲公孙建世子丁氏将衣往问疾，后大怒，吃鞭其旁。是欲因发病不肯起，莽遂不复强也。及汉兵诛莽，凡稍未央宫，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赞曰：义者吉凶而言千营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米，不同之。夫女宠之心，由至为而体至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故道家所谓祸福之宗也。续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廷色，宠着文二十有余人，然其保卫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琼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帝、王道后、许公哀后，身皆夭折不孤，而家依托救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一灭，小者放流呜呼。见资行事，便亦备矣。T.G. 1340。卷98元后传第68。孝元皇后，王莽姑也。莽自为皇帝之后，其字本曰皇帝新姚氏，八世生于顺。顺起归瑞，以归魏姓。至周武王封顺后归满于臣，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自敬重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见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继北王，至汉兴安师国，其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文景监安孙遂自伯季，楚东平陵生贺自翁庐。魏武帝秀衣御史，主补魏郡群盗监庐等党羽，及立魏末斗刘当作者，翁庐皆纵不诛。他部御史鲍胜之等奏杀二千石，诛千石矣。下及通行饮食作连籍者，大部至斩万余人，与见酷吏传。翁庐以奉使不称免，
叹曰：吾闻活千人者有封子孙，无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心乎？翁如既免，而与东平林中侍卫院，乃喜魏郡元成委肃礼。魏三老，魏郡人得之。元成见公曰：昔春秋杀陆公，竟使伯之曰：因魏杨雄吐火相成，故有杀陆公。后645年，已有圣与心，其其田乎？今王翁如喜，正真其地日月。当知元成郭东有五路之墟，即杀陆地也。后80年，当有贵与心天下云。翁如生敬，字志君，少学法律，长安魏廷尉史，本始3年，生女郑君，即元后也。竟有大志，不修廉于好酒色，多取谤。七，凡有4女8男，长女君霞，四及元后郑君，四君立，次君。PG 1341。弟，长男奉孝卿，四万元卿。谭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熟，根至亲，冯石伟卿，为奉崇与元后郑君同母。母是妻，魏郡里是女也。后以杜去，更嫁为河内狗兵妻。初，李亲任郑君在身，孟月入其怀，即壮大婉顺的妇人，告常许嫁未行，所许者死。后东平王聘郑君为姬，未入王弘，竟独怪之。时伯庶者相郑君，当大贵不可言。敬心以为然，乃教书学古琴。五凤中献郑君，年18已入夜。廷尉家人子，遂于惠皇太子所爱姓司马良帝病，且死，谓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朱棣妾良人更助祖杀我。太子怜之，且已。未然，即司马良帝死，太子悲会发病，呼呼不乐，因已过怒诛。帝妾莫得觐见者。久之，宣帝闻太子恨过朱棣妾，欲顺事其意，乃令皇后择后宫佳人子可以于是太子者，郑君与在其中。即太子朝，皇后乃见郑君等五人，为令庞常欲问之太子所欲。太子叔无异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强应曰：此中一人可。是时郑君坐敬太子，又独一将元朱于常欲及以为是。皇后使侍中杜甫、叶廷令卓贤交送郑君太子宫，见秉殿，得玉信有身。先逝者太子后宫帝妾已十数，玉信久者7-8年，莫有子。即王妃依信而有身。甘露3年，生成帝于甲馆画堂，魏氏世皇孙。宣帝爱之，自名曰敖，字太孙，常至左右。侯3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魏孝元帝，立太孙为太子，以母王妃为婕妤，封父晋为阳平侯。侯3日，婕妤立为皇后，晋为特晋，晋帝弘治长乐为魏。永光2年，晋薨，谥曰清侯。长子奉嗣侯，位为魏世中。皇后自有子后，悉复觐见。太子壮大，宽不公甚，与在成绩。其后幸酒乐宴乐，元帝不已。未能而复昭仪，有宠于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才艺，上甚爱之。坐则侧席，行则同辇，常有意欲废太子而立共王。石凤在位。 PG 1342。与皇后、太子同心忧惧，四世中使丹永佑太子，与在丹传。上意以皇后素谨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废。元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成帝，尊皇后为皇太后，以奉位。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一封5000户。王室之心自奉使。又封太后同母弟重为安城侯，11万户。奉庶弟谭等皆赐爵关内侯，10亿。旗下皇务四塞终日。天子以问见大夫杨欣、国王四圣等，未皆以为因圣亲杨之气也。
高祖之曰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朱棣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曰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位。建议言事者多以为然。奉于是句，尚书辞谢曰陛下急。为思慕亮案，故召臣奉典领尚书事，上无以名圣的，下无以义正治。今有福兴天地赤皇之意，就在臣奉，当服显露以谢天下。今亮门案已毕，大义皆举，宜恭亲万机，以成天心。因起骸骨辞职，上报曰：朕承先帝圣序，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阴阳错妙，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就在朕公今大将军乃引过自语，遇上尚书事，归大将军应受霸大司马官，是民朕之不得也。朕伟将军已逝，成欲庶几有成，显先祖之功德。将军其专心故意，辅朕之不待，无有所疑。后五年，朱棣散其安城侯重薨，是曰共侯。有一父子奉侍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和平二年，上西封旧坛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弘阳侯，根取阳侯，冯石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是谓之五侯。太后同产为曼藻族，于毕侯矣。太后母李卿苟氏妻，生一男名参，寡居。卿侯竟在时，太后令进海里。卿太后连参，欲以田坟为彼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参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侍官满朝廷。霸将军奉用侍，上遂谦让无所专。左右常见光禄大夫刘向 ，PG 1343。少子兴通达有异才，上召见兴，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魏小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观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与奉，奉以为不可，乃止。其见但如此。上即位数年，无祭祀，体常不平，并逃共王来朝。太后与上承先帝意，欲共王甚厚，赏四十倍于他王，不以往事为先戒。共王之来朝也，天子留不遣归国。上谓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会，一朝有他，且不复相见，而长留是我矣。其后天子即亦有抽，共王因留国邸，但系事上，上甚轻重。霸将军奉心不变，共王在京师会日时，奉因言日时应圣之相，未非常意。定逃亡虽轻，于理当奉藩在国。今刘氏京师鬼政非常，故天见戒，以遣王之国，上不得已于奉而许之。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绝。今召引王张素刚直敢言，以为奉见遣共王之国非是，乃奏封是言日时之旧矣。天子召见张言问已是，张对曰：天道聪明，又善而灾厄，以锐意味福孝。今陛下已未有祭祀，引进定唐王，所以成宗庙，重社稷，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此正义。善事当有祥瑞，何故至灾异？灾异之发，为大臣专政者也。今闻大将军违规日食之咎于定唐王，见遣之国，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时因清扬臣专君之咎，今正是大小皆自奉出，天子曾不依举手，奉不内省，则反归咎善人，推远定逃亡，且奉诬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乐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属，内行笃有微重，未立江乡国家住时，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节，随奉委屈，足用归门之侍卫奉所罢，身以忧死，众庶悯之。
又奉之其小腹地张美人以常事。人与礼不宜配遇至尊，托以为遗子，内之后宫，苟以思其妻。帝闻张美人未尝妊娠就管也，且羌胡上杀手子以当长政事。PG 1344，况于天子而竟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见足矣。知其余及他所不见者，奉不可令九典事一退使就地选中，贤以待之。自奉之白霸伤后遣定逃亡也，尚不能平。即闻张言天子感悟纳之，谓张曰：为京兆尹直言，无不闻社稷计，且为贤之贤，君士为朕求可以自服者。于是张奏封事，见中山孝王舅郎携太守冯野王先帝实力二卿，忠信直直，知谋有余。野王以王舅出以贤妇人，名圣主乐敬贤也。上自为太子时，数闻野王先帝名卿，生育出奉远甚，方以欲以待奉。初，张美召见，上折辟左右。时太后从帝长乐位为弘子侍，中英独侧听，据之张言以与奉。奉闻之，称病出就地，上书起骸骨，谢上曰：臣才奴余荡，得以外属兄弟七人封位列侯，宗族蒙恩，赏赐无量。辅政初入七年，国家委任臣奉所言者，听见是常用，无一公善，阴阳不调，三义数见，就在臣奉奉直无状，此臣亦当退也。五经传记诗所诵说，贤以日食之，就在于大臣非其人，亦曰折其右功，此臣二当退也。和平以来，臣久病连年，数出在外，旷职素餐，此臣三当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诸废，臣犹自知当远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测，当杀身弥古十年古下，不当以无义之故有离。请闻之心，成岁余以来所苦家亲，日日益甚，不生大怨。怨起骸骨，归自治养，祭赖陛下神灵，未埋发齿，其月之间幸得抽玉，复望帷幄，不然必致沟壑。臣以非才见思，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归，天下之臣被恩见哀，众为为也。进退于国位后，万无先戒之意，为陛下哀怜，其此止甚哀。太后闻之，未垂涕，不欲食。上少而轻以奉，弗忍废，乃报奉曰：朕秉事不明，正事多缺，故天变楼真，贤在正宫。将军乃身引过自语，欲起骸骨。PG 1345，而退则朕将何向焉？殊不云乎？公无困我，勿专精，神安心自持，其余即料称朕一焉。于是奉起事事，上使尚书何奏章知野王前以王救出捕吏而私见之，欲令在朝阿父诸侯。又知仗美人体育至尊，而妄称引羌胡杀子当长，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治其大逆罪，以为比上夷狄，欲绝祭祀之端，背叛天子，私未定逃亡。张死狱中，妻子喜和虎自是公卿见奉，侧目而视，郡国守相次立皆出其门。又以侍中太仆因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而武侯群帝真未奢仪陆仪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童母以千百数。罗中兴、武正女作昌幽，狗马持竹。大治帝室，其土山建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迷望。百姓歌之曰：武侯初起，取阳罪。怒，坏绝高都，连境外渡，土山建台西白虎。其奢见如此，然皆通明人士，好事养贤，轻财施予，以相高尚。奉辅政凡十一岁，阳朔三年秋，奉及天子数字灵问卿。
执其手，替契曰：“将军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谈赐将军矣。”奉顿首契曰：“谈等虽与臣至亲，行皆奢见，无以虑导百姓。不如御史大夫殷景赤，臣敢以死保之。”即奉且死，上书谢上。复故见殷自带言谭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谭惧不肯侍奉，而殷敬奉，卑躬如子，故见之。奉薨，天子临调赠宠，送以轻车戒士，君臣自长安至卫陵，谥曰敬成侯，子相嗣侯，卫卫卫。御史大夫殷敬代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而平阿侯谭为特进，领城门兵。古勇说谭，令让不受城门职。由是与殷不平，与在永传。殷既已从旧乐清用事，小心轻直，遂于上下诏曰：“车骑将军殷素为忠正，勤劳国家，前为御史大夫，以外轻以点兵。马入卫将军，不获宰相之封，朕甚歉焉。”其封因为安阳侯。 PG 1346食邑于五侯等，据3000户。初，成都侯商长病，欲避暑，从上界明光宫，后又穿长安城以内离水驻地中大皮以行船，立与盖张周围及卓越歌。上姓商帝见穿城饮水，亦恨内贤之未言，后为行出过。曲阳侯帝又见园中土山建台四类白虎殿，于是上怒，以让车骑将军殷商跟兄弟欲自擒，亦谢太后。上闻之大怒，乃使尚书责问司隶校尉金兆颖之成都侯商善川帝城绝营里水，曲阳侯跟交奢剑上赤持青锁，弘阳侯立父子赃逆奸华王，命宾客为群盗，司隶金兆皆阿纵不举奏正法。二人顿首省户下，又赐车骑将军殷策书曰：“外家何甘乐获败而欲自秦义相禄入于太后前，伤慈母之心，以为乱国。外家宗族强上一身请若日久，今将一失之。君齐召诸侯，令待服舍。”是日，召尚书奏文帝时诸将军薄昭故事。车骑将军殷借稿请罪，商立根皆赴府直谢。上不忍诛，然后得已。久之，平阿侯谭薨，谥曰安侯，子人嗣侯。太后怜帝慢早死，独不封慢寡妇渠供养东宫，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为与平阿侯谭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称莽者。久之，上复下诏追封慢为新都哀侯，儿子莽嗣爵为新都侯。后又封太后节子纯天常为定陵侯，王氏亲属侯者凡十人。上悔废平阿侯谭不辅政而薨也，乃复进成都侯商以特进，领城门兵至幕府，得举立如将军。杜夜说车骑将军殷令亲赴商与在夜传王氏爵位日盛，唯因为修整数见证有终结辅政八年，薨。调赠如大将军，谥曰晋侯，子顺嗣侯，为太仆侍中。特进成都侯商代因为大司马卫将军而弘阳侯立，为特进领城门兵。商辅政四岁，并起骸骨，天子悯之更矣。为大将军，一封2000户，赐钱百万。商薨，调赠如大将军故事，是曰景成侯，子旷嗣侯。弘阳侯立赐当辅政，有罪过与在。PG 1347孙宝传上乃费力而用光禄勋曲阳侯跟卫大司马骠骑将军，遂于一封1700户。高平侯冯时无才能名称，是遂薨。是曰代侯，子买之嗣侯。虽和元年，上即位20余年无祭祀，而定陶共王以薨。子嗣立魏王，
王祖母定桃父太后众禄一票齐将军根，为王求汉嗣。根未言，上意欲立之，遂征定桃王为太子。时根辅政五岁矣。起骸骨，上乃一封根五千户，四鞍车四马，黄金五百斤，罢就。帝先是定陵侯淳于长以外属能谋议，未为魏侍中，在辅政。之次，是岁新都侯莽告长服罪，与洪阳侯立相连，长下狱死。立救国与在长传，故取阳侯根见莽以自代，上意以为莽有忠直节，遂擢莽从侍中、齐都尉光禄大夫为大司马。遂于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召莽就帝，避帝外家。哀帝出幽莽不听。莽上书故起骸骨而退。上乃下诏曰：取阳侯根前在位，建设计策。侍中太仆安阳侯顺往时护太子家倒。朕忠诚专一，有救恩。新都侯莽忧劳国家，执意坚固，庶几。于未至，太皇太后诏修旧地，朕甚悯焉。其一封根二千户，顺五百户，莽三百五十户。以莽为特进，朝朔望。又还洪阳侯，立京师。而帝少而闻之，武士骄盛，心不能善，以出力故忧之。后月余，司隶校尉解光奏，取阳侯根宗崇身尊，三世俱全，武将秉政，天下服凑自效。根行贪邪，赃累巨万，纵横自义。大治世帝，帝中其土山，立两世，殿上赤池，户清所有官涉猎，使奴从者被假持弓弩，成为步兵。直速离宫，水横贡张发明治道，百姓苦其意。内怀奸邪，欲管朝政，推清尽力。主簿张掖以为尚书，壁上拥下，内塞王禄，外交藩臣，交奢谏。上坏乱制度，按根骨肉至亲，社稷大臣，先帝弃天下根部。悲哀思慕，山林未成，宫聘娶故叶亭女乐五官英言王妃君等。PG 1348，置酒歌舞，捐望先帝厚恩，被臣子义。及根兄子成都侯况性的，以外亲继父位列侯室中，不思报厚恩，亦辟取故叶亭贵人以为。七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曰：先帝欲根，况父子至后也，今乃被忘恩义，以根常见社稷之策，遣就。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后二岁，父太后，帝母丁基皆称尊号。有司奏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贬义尊号之意，亏损孝道，及平阿侯人臧密诏，昭仪亲属皆救国，天下多冤枉事。主簿张掖以为尚书，壁上拥下，内塞王禄，外交藩臣，交奢谏。上坏乱制度，按根骨肉至亲，社稷大臣，先帝弃天下根部。悲哀思慕，山林未成，宫聘娶故叶亭女乐五官英言王妃君等。 PG 1348，置酒歌舞，捐望先帝厚恩，被臣子义。及根兄子成都侯况性的，以外亲继父位列侯室中，不思报厚恩，亦聘娶故叶亭贵人以为。七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曰：先帝欲根，况父子之后也，今乃被忘恩义，以根常见社稷之策，遣就。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后二岁，父太后，帝母丁基皆称尊号。有司奏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贬义尊号之意，亏损孝道，及平阿侯人臧密诏，昭仪亲属皆救国，天下多冤枉事。谏大夫杨轩上封誓言，孝成皇帝身为宗庙之重，称庶毕。
夏至得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唯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带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以必丁父行道之人为之允替，况于陛下时，登高远望，独不见于言陵乎？而帝深感其言，复封商中子义为成都侯。元寿元年日时，贤良对策多送新都侯莽者，上于是征莽，及平阿侯人还京师事太后，取阳侯根薨，国除。明年哀帝崩，五子太皇太后以莽为大司马，与共争立。中山王奉哀帝后，是为平帝。帝年九岁，当年被疾，太后临朝，伪政于莽，莽专威服。弘阳侯立莽诸父，平阿侯人素刚直，莽昧惮之，令大臣以罪过奏潜力，人救国。莽日狂耀太后，严府政治太平，群臣奏请尊莽为安汉公。后虽遣使者破首立，人令自杀。自立氏曰荒侯，子树嗣人氏曰次侯，子树嗣。是岁，元始三年也。明年，莽封群臣奏立莽女为皇后，又奏尊莽为宰衡、莽母，及两太子皆封为立侯，与在莽传。莽继外一群臣，令登以功德，又内媚侍旁侧常与以下禄，以以千万数。白尊太后姐妹君霞为广恩君，君立为广惠君，君 PG 1349。帝为广师君，皆食汤沐浴，日夜共浴莽。莽又知太后妇人宴居，深宫中，莽欲娱乐以示其权，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贞妇，春庆简管，绿皇后、列侯夫人丧，尊罢水而服除。夏有雨宿，户杜之间。秋立东莞，望昆明及黄山宫。冬响迎飞雨，笑列上栏，登长平馆，临金水而览焉。太后所置属县，则施恩惠，赐名钱、帛、牛、酒，遂以为常。太后从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时，见于秉殿，至今五六十岁上，颇视之。”马因曰：“太子恭庆敬，可一往游观，不足以为劳。”于是太后信太子恭，甚说。太后旁弄而病在外舍，莽自亲侯之。其欲得太后亦如此。平帝崩，五子莽征宣帝玄孙选最少者广戚侯子刘英年二岁，托以国相位最急，乃封公卿奏请立因为孺子，令宰衡安。汉公莽建作居舍，如周公复成王故事。太后不以为可，力不能进，于是莽遂未设皇帝，改元称至焉。俄二宗室安仲侯刘崇吉、东郡太守翟义等恶之，更举兵御诛莽。太后闻之，曰：“人心不相远也。我虽妇人，亦知莽必以事自为不可。”其后，莽遂以福命自立为真皇帝，先奉朱福瑞以白太后，太后大惊。初，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止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朱相及及天子位，因欲服其玺，世世传授，号曰汉传国玺，以孺子为立，玺臧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受莽。莽使安阳侯顺谕旨，顺素谨斥，太后雅爱信之。顺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喜，怒骂之曰：“儿属父子宗族蒙汉家立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寂，成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故恩义。人如此者，苟诸不食其余，天下其有儿兄弟邪？且若自已经愧服命为新皇帝，便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喜，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喜位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子喜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 PG
1350。侧长月以下皆垂涕。顺一杯不能自止，良久乃仰慰太后臣。耿以无可言者。莽碧玉的传国玺，太后您能终不与邪？太后闻顺与妾恐莽玉邪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受顺，曰：我老已死，汝儿兄弟今族灭也。顺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建台，大纵众乐。莽又欲改太后汉家旧号，一起喜寿，恐不见听而莽叔属。王建欲谗莽，上书言：皇天废去汉儿，命立新世，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当随汉废，以奉天命。莽乃车驾至东宫，亲以旗书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备得之臣也，罪当诛。于是冠军张永献伏命铜币，闻言太皇太后当位。新世闻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诏曰：与世群公贤曰修哉，其文字非客非话，绝性自然。与伏念皇天命与卫子更命太皇太后为新世闻母太皇太后，携于心，故交代之际幸于汉室，而帝之代世传行报仇，为西王母共聚之祥，当位历代母昭然者名。余之为天命，敢不倾城。仅以令月吉日，亲律群公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喜服，以当顺天心，光于四海。燕太后听许，莽于是准杀王建，而封张永为共福子。初，莽为安汉宫时，幼产太后，奏尊元帝庙位高宗太后。宴驾后，当以礼配时云。即莽改号太后为新世文母，绝之于汉，不令得体元帝。破坏孝元庙，更为文母太后起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纂食堂，继承名曰长寿宫。以太后在故位位之庙。莽以太后好出游关，乃车驾置酒长寿宫，请太后祭祀。见孝元庙废撤涂地，太后惊，泣曰：此汉家宗庙皆有神灵，与何治而坏之？且使鬼神无知，又何用庙位？如另有之，我乃人之非妾，岂宜入地之堂以臣愧实哉？司谓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朝乎？饮酒不乐而罢。自莽篡位后，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无故位，然欲不。PG 1351。说莽更汉家黑雕者黄雕，又改汉正朔弗腊日。太后令其官属黑雕至汉家正腊日，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酒时。太后年84，建国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已有合葬位。零莽召大夫杨雄作累曰：太阴之精，杀戮之灵，作何于汉？配元生成，得其邪于元成杀戮。太阴精者，为孟月也。太后崩后十年，汉兵诛莽。初，弘阳侯立救国南阳，与诸刘杰恩立少子丹为中山太少。世祖初起，丹将为将军战死。上敏之封丹子弘为武桓侯至今。司徒院颁标曰：三代以来，春秋所记王公国君与其师是西不宜女宠，汉兴后妃之家旅或上官己为国者数矣。即王莽之心，由孝元后立汉四世为天下母，享国六十余载，群帝世权，更持国柄，武将十侯，足成新都，位号以仪于天下。而元后卷卷游卧一喜，不欲以受莽妇人之人卑夫。 PG 1352。卷99上王莽传第69上。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氏封侯，居位辅政，加凡九侯，五大司马与在元后传。为莽父慢早死不侯。
莽群兄弟皆将军五猴子，诚实齿迷矣。与马声色亦犹相高，莽独孤平因折节未公检。受礼经，师事配郡臣参，勤身博学被俘虏儒生。是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赤备。又外交英俊，内侍诸父，取有礼义。杨朔中，是父大将军奉病，莽氏及清肠药，乱手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奉且死，以托太后及弟拜为黄门郎，迁设生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尚书，愿分户亦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是中经社胡骑校尉姬弘，上古都尉杨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贤为莽言，上游是贤莽。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迁其都尉光禄大夫史中，素未景赤，爵位一尊，节操御谦，散于马衣裘，镇师宾客，家无所余，收善名士，交结江乡卿大夫甚重，故在位更推。见之，有者谓之谈说，须欲龙洽，亲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残虐。莽兄永为诸曹，早死有子光，莽始学博士门下。莽修墓，初镇车骑，奉养酒，劳仪其师恩师下敬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光年小于莽子羽，莽始同日内赴，宾客满堂。须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当饮某药，比克霸者数起焉。常思买事，必昏帝或颇闻之。莽因曰：“后将军诸子元无子，莽闻此儿。”PG 1353，种遗子未买之，即日以毕奉子元。其逆情求名如此。是时太后节子淳于常以才能为九卿，先进在莽右。莽因求其罪过，因大司马曲阳侯根白之常服诛，莽以获中职与在长传。根因起骸骨，见莽自带，上遂擢为大司马。是岁，虽和元年也，年38矣。莽既拔出同列，祭祀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刻以不倦，品诸贤良以为院使，赏赐一钱息。以享事，欲未简曰：“吾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一不夜地，不必息。见之者以为同使，问之其夫人，皆惊。”辅政遂于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嗨，后召莽就地，毕地外家。莽上书起骸骨，哀帝遣尚书令召莽曰：“先帝伪政于君而弃群臣，朕得奉宗庙，成家与君同心合意。今君一并求退，以这朕之不能奉顺先帝之意，朕甚悲伤焉。”已，召尚书代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为魏父喜白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复令莽氏事。时哀帝祖母定陶父太后，母丁基在高昌侯董弘上书言：“春秋之意，吾以子贵丁基宜上尊号。”莽与师丹共和。弘误朝不到，与在丹传。后日，未央宫置酒，内者令未赴。太后张卧坐于太皇太后座旁。莽暗行，则内者令曰：“定陶太后翻妾，何以得与至尊并？”撤去，更设坐。父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众怨会莽。莽父起骸骨，哀帝赐莽黄金500斤，鞍车四马，罢就地。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致使家中黄门十日一次餐。下诏曰：“新都侯莽忧劳国家，执意坚固。朕庶几与未至。”太皇太后召莽就地，朕甚悯焉。其以黄油拒户350亿封莽，为特进给侍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
车驾，乘绿车从。后二岁父太后，丁基皆称尊号，丞相诸国奏。莽前不广尊尊之意。一贬尊号，亏损孝道，当服显露，姓蒙。PG 1354，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位庶人。上曰：以莽与太皇太后，有属勿免，遣救国。莽渡门自守，其中子或杀奴，莽妾则或令自杀。在国三岁，立尚书冤宋莽者100数。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州户宋崇等对策申宋莽功德，上于是征莽，使莽救国。南阳太守以莽贵重，选门下院完孔修守新都乡。修夜见莽，莽敬礼自纳，修一闻其名与相答。后莽即修侯，知莽元恩义，敬其欲具宝剑，欲以为好。修不肯受，莽应曰：成见君面有斑，每欲可以灭斑，欲献其传耳。即解其传，修复辞让。莽曰：君嫌其假邪？遂追遂之，自国以敬修。修乃受。即莽征去，欲见修，修称疾不见。莽还经师遂于哀帝崩，无子而父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喜寿，遣使者持诏莽。诏上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其门兵皆属莽。莽白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应寿。贤即日自杀。嗨。后赵公卿举可大司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举莽、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互相举。太后拜莽为大司马，与义立嗣。安阳侯王顺、莽之从弟，其人羞耻，太后所幸爱也。莽白以顺。为车骑将军，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后，是为孝平皇帝。帝年9岁。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莽白赵氏前害皇子，父氏交见，遂废孝成赵皇后、孝哀父皇后，皆令自杀，与在外妻传。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圣尊世光、引光女婿征韩魏侍中奉车东魏。朱哀帝外戚极大，臣居魏素所不说者，莽皆复治其罪，未请奏，令韩迟与光。光素未甚，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辄可其奏。于是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作互相举免，丁父及董贤亲属皆免官爵，徙远。方弘阳侯立太后亲弟，虽不居位，莽以诸父内进旦之位。PG 1355，帝从容言太后，令以不得肆意，乃复令光奏立旧恶前之定。灵侯淳于常犯大逆罪，多受其禄，未言误朝。后白以官闭阳祭，思子为皇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是来世城墙保之功，请遣力救国。太后不听。莽曰：今汉家衰，彼世无嗣，太后独代幼主统政，诚可畏惧，利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从，今以私恩逆大臣亦如此，群下倾斜乱从。此起宜可且遣救国，安后复征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救国。莽之所以挟持上下，皆此类也。于是复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顺、王毅为复兴争锋，征韩主极断，平燕领机事，刘兴典文章，孙建为爪牙，封子寻、新子一，卓俊催发，南阳陈崇皆以才能信于莽。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谓，唯见风采，党与成其旨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故推让焉，上以获太后，下用士信于众庶。是封益州令塞楚蛮夷县白质。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
下诏以白至建宗庙。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一封三万户，筹其决议。比萧相国。莽以辱光故事。太后问公卿曰：“诚以大司马有罢公当者之嫌，将以骨肉故欲一之也。”于是群臣乃圣臣。莽功德至周成白质之瑞，千载同福。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一次号曰安汉公，一户筹决议，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太后召尚书具其事。莽上书言：“臣与孔光、王顺、甄丰、甄韩共定策经院，独条光等功赏，请至臣莽，勿随备列。”甄韩白太后下诏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孰有亲者，亦不得啊！君有安宗庙之功，不可以骨肉故必隐不扬，君其勿辞。”莽复上书让。太后召夜着引莽带殿东厢，莽称疾不肯入。太后使尚书令寻召。PG 1356之曰：“君已选故而辞以及君任重不可缺，以时即起。”莽遂故辞。太后复使常信太仆洪承志召莽，莽故称疾。左右白太后一物夺莽意，但条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诏曰：“太傅博山侯光素为四世，是为复乡，中考人笃，行义显著，建议定策，一封万户，以光为太师与四府之政，车骑将军安杨侯顺积累人效，使迎中山王折冲万里，功德冒着一封万户，以顺为太保。左将军光禄勋封素为三世，忠信人笃，使迎中山王辅导供养，以安宗庙，封封为广阳侯，食邑五千户，以封为少妇，接受四府之职，筹其决议，各赐第一区。侍中奉车东为韩素为勤劳，建议定策，封韩为成阳侯，食邑2400户。四人既受赏，莽尚未起，群臣附上言：“莽虽克让朝。”左一章以十加赏，民众员工无十百僚员员失望。太后乃下诏曰：“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点周公之职，见万世，册功德为忠臣宗，化流海内，远人慕义，月上是崇义县白志。其以诏灵新袭二县户28000一封莽，复其后嗣，筹其决议，封公如萧相国。以莽为太傅，干四府之事，号曰安汉公。已故，萧相国假帝为安汉公帝，定者余令，传之无穷。于是莽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汉为无嗣而公定之，四府之职，三公之任而公干之，群僚众位而公宰之。功德冒着宗庙以安，盖白质之瑞，周丞相焉。故赐加号曰安汉公，服役于地，其余治平，无为正义。莽受太傅安汉公号，让韩一封筹决议事，云愿须百姓加给，然后加赏。群公复征，太后诏曰：“公自其百姓加给，是以听之。”其令供奉舍人赏赐皆被故，百姓加给人族大司徒、大司空以闻。莽父让不受，而谏言一立诸侯王后及高祖以来功臣子孙，大者封侯，或赐爵官内侯十邑，然后及诸在位各有地序，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会市民官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语在平记 PG 1357。莽既说众数，又欲专断，知太后验证，乃封公卿奏言：“王者立以公赐千至二千石，及周部所举茂才艺等力虑多，不称宜接见安汉公。”又太后不宜轻省小事，令太后下诏曰：“
皇帝幼年，朕且统政，李家元服。今重事繁碎，朕春秋高。精气不堪，待非所以安宫体而欲养皇帝者也。故选忠贤，立嗣。辅群下劝直，永以康宁。孔子曰：“唯唯乎舜，与之有天，下而不与焉。”自今以来，唯风爵乃以闻。他是安汉公嗣，辅平爵。周穆二千石及茂才立出除奏事者，则引入至敬属队。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于是莽人人言问。至密恩义后加赠送，其不合旨，显奏免之，全与人主谋矣。莽欲以虚名说太后，白言新城前孝哀丁，复奢侈之后。百姓未善者多，太后以且一增敛，颇损善，以示天下。莽因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赋大司农住给平民。于是公亲皆慕孝焉。莽师群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九一重敛，简欲善，诚非所以抚精气，欲皇帝安宗庙也。臣莽数叩头审护下。白征未见许，今信赖陛下的则兼者风雨时，甘露降神之声。名夹诸草加禾，修征同时并至。臣莽等不生大怨，愿陛下耳经修神，或略思虑，尊帝王之常福，复太官之法善，使臣子各得尽欢心，被供养，为安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诏曰：盖闻母后之意，思不出乎门御，国不蒙幼，皇帝年在襁褓，未任亲政，战战兢兢，惧于宗庙之不安，国家之大纲，为朕孰当统之？是以孔子见男子，周公居舍，盖全食也。情深及思，忧劳。未虽故国奢，则视之以俭；矫枉者过其政，而朕不身率，将为天下和。夙夜梦想，五谷丰熟，百姓家给，比皇帝家园福，委政而受焉。今臣为皇于亲米而备位，庶几于百僚有成，其续之哉？每有水旱，莽辄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召莽曰：文公蔡食，幽冥深矣。今秋性熟，公勤于职，以食食肉爱。PG 1358，生为国。莽念中国已平，为四夷未有益，乃遣使者击黄金，必国。众怒匈奴单于，使上书言：闻中国击二民，故名囊之牙丝巾。更名之，木从圣治。又遣王昭君女虚谷居赐入袋，所以狂药。媚氏太后下至旁侧长玉，方固万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长秋宫未见，一庭应未充，乃者国家之难，本从王嗣配取不正。请考论五经，定取礼，正十二女之意，以广祭祀。国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是列侯在长安者是子女。世下有司，上重女名，王氏女多在选中者。莽恐其余以女争，即上言：身亡的子才下，不宜与众女并采。太后以为至，诚乃下诏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尚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议庭中，或府审户下，闲言明赵胜的唯唯如比安汉公圣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宫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宫女为天下母。莽遣长安以下分部小指公卿及诸生，而尚书者欲甚，太后不得，以听公卿才莽女。莽父自白以博选众女。公卿争曰：不以采诸女以二正统。莽白愿见女。太后遣长乐少辅宗正尚书令纳采见女，还奏言：宫女见字的话，有咬挑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诏遣大司徒、大司空册告宗，
庙杂家过世，皆曰赵玉金水王乡封御父母的位，所谓抗强之战，逢吉之福也。定襄侯同上言春秋，天子将取于季，则包季子称侯，安汉公国未称古制。世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崇宗庙孝之志也。同言应礼，可许。请以新野田25600顷一封莽满百里。莽谢曰：臣莽子女诚不足以配至尊，复听众意义。封臣莽，福自为念，得托肺腑，或爵士，如使子女诚能奉称圣。PG 1359。得臣莽国亦足以共朝贡，不需附加异地之宠。愿归所意。太后许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20000斤，为钱20000万。莽身辞让，受4000万，而以其3300万与11应加。群臣复言：今皇后受惩，于群妾亡己，有诏复议2300万，何谓3000万？莽复以其1000万分于九族平者。臣重拾魏大司徒司职，与张敞孙耸相善。耸者国通事，魏重草奏，称莽功德，重奏之曰：妾见安汉公自出束修，执世俗龙奢利之时，蒙两宫后骨肉之宠，被诸父赫赫之光，才饶士卒，王所武艺，然而折节行人，克星履礼，服饰矫俗，却然特立。恶衣恶食，漏车驽马，非匹无二。贵门之内，孝友之德，众目不闻。清净乐道，温良下士，惠于故旧，笃于师友。孔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公之谓矣。即位侍中，固定灵侯淳于长有大逆罪，公不敢私见白珠。好，周公主管蔡季子镇熟牙，公之谓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马，为以国统。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弘熙指求美，造作二统，公守合之，以定大纲。见白定淘汰，后不宜再成于卧坐，以明国体。诗曰：柔亦不如刚亦不兔，不武官寡不畏强与公之谓矣。身职迁退，推诚让位。定淘汰后欲立建号，但比面蜡卧坐之意，宁获之雄，诸伯之仇，成此长红守和之事，上下一心。谗贼交乱，鬼辟制度，遂成篡号，赤逐人贤，诛残妻属，而公废墟原之素，远去救国，朝政崩坏，纲纪废弛，为王之祸。吾遂辱发，诗云：人之云王，邦国舔瘁，公之谓矣。当此之时，关王楚主，董贤聚众，加以父是有女之缘，皆自知得罪天下，结仇中山，则必同忧，断金相议，借驾遗诏，平用赏诸，先除所惮，即引所负，遂诬往冤，更成原属。世事 PG 1360。张建其不难矣，赖公方入，及时退贤，及其党亲。当此之时，公远独见之名，奋王前之威，虚横吝啬，镇阳武怒，成其未坚，厌其未发，振起激动，敌人摧折，虽有奔欲不及迟蜡，虽有梳理不及回之，虽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贤丧其魂魄，遂自绞杀。人不海种，日不以鬼，豁然四除，更为明朝非陛下莫盈立功，非功莫克此祸。诗云：为师上父，实为阴阳亮比武王。孔子曰：敏则有功，功之谓矣。于是公乃白内故泗水相封，弥令函与大司徒光车其将军顺鉴定社稷，奉节东营，皆以功德受封一土，为国名臣。书曰：知人则折，功之谓也。公卿前探功德，同圣功勋，皆以周公为比，一次号安汉公。一封二献，公皆不受。传曰：申包胥不受存储之报，晏平仲不受抚齐之封，
孔子曰能以礼让魏国乎何有功之谓也。将魏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民公与魏守公申辞让，或不得已，然后受诏。父子之亲，天性自然，欲其荣贵甚于魏申皇。后之尊谋于天子，当时之会千载稀有。然而公为国家之统一，霸福之恩，世事谦退，动而固辞。书曰舜让于的不嗣，公之谓矣。自公受册以至于今，蕊蕊意义日新奇的增修雅素矣。命夏国君简龙曰以矫世俗，割财损家，以率群下，弥公直乎矣。待公卿教子尊学以龙国化，童奴衣布，马不没骨，食饮之用，不过凡数。诗云温温公人，如及于木。孔子曰食无求保居无求安，公之谓矣。客身自曰敌时代给勿忘事，日却王除。又尚书归校，白皇帝所译封邑入前献田，丹尽就业，为众唱史。于是小大相合，乘风从化，外则王公列侯，内则帷幄侍御，系然同时。各结所有，或入金钱，或献田亩，以振贫穷，收善不足者。习 PG 1361。令尹子文朝不及系，鲁公以子不孤元魁，公之谓矣。亥门言事，下及白屋，楼省朝政，纵管众志，亲见木首矣。下考稽雅素，审之白黑。诗云素夜肥解，以是一人。亦曰终日干干，细涕若厉，公之谓矣。比三世为三公，在奉送大行，临种宰植，田安国家，四海福凑，米不得所。书曰纳于大陆，列风雷雨不迷，公之谓矣。此皆上士之所先，与计之所难，而公包其中始，亦以贯之，可谓备矣。是以三年之间，化形如神，加瑞叠累，岂非弊？下之人之孝，得贤之志哉？故非独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虚矣。是以伯与习玄归，周公受交祀，盖以达天之始，不敢善天之功也。回公德行，为天下计；关公功勋，为万世积。积成而赏不配，既立而褒不复，成非所以后国家，顺天心也。高皇帝褒赏元公，相国萧何义护继备，又蒙书礼奏事部，明入殿不屈，封其亲属十有余人。乐善无厌，颁赏王陵狗。有一策即必绝之，是故公孙荣未在冲郎，选由矛头一名凡快，封二千户。孝文皇帝褒赏将侯，一封万户，赐黄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去禄军功，列三万户以封卫青，亲子三人，或在襁褓，皆未通侯。孝宣皇帝显著霍光，尊户命酬，封者三人，言及兄孙。夫将侯即因汉番之故，仗朱须之梗，依珠江之地，俱相符。至是其事虽丑，要不能遂。霍光及其常任之众，成大圣之威，未尝遭时不行。现驾离昭，昭之执事，王妃同类，割断历久。统政旷世，虽曰有功，所应异议，然犹有计策不审过征之累。及至清荣彪墨之功，一言之劳，然犹皆蒙秋山之赏。克功将或造之与阴也，比于清荣地之与天也，而功又有载。至之孝乃当上与伯与周公等胜其隆，兼其褒赏，岂特与弱云者同日而论哉？然曾不得蒙亲等之后，臣诚获之。 PG 1362。臣闻公王元者赏不限，得王守者褒不减。是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渡百里之县，越九席之简，开七百里之与兼商焉之。明四以附庸英明六族，大陆大齐，丰富之繁弱，夏后之皇。著宗不使，备物典册，官司仪器，百亩之声，交望之礼。
王曰：孰复见尔远子？子复具言拜而受之，可谓不减王远者矣。非特指此六子皆封。诗曰：王言不酬，王德不报，报当知之，不如非报也。静观形势，高祖之曰：非刘氏不亡。然而藩君的王长沙，下诏称中，定者于令，民有大姓故居于治也。春秋晋道公用魏将之策，诸夏服从。郑国献乐，道公于是，以半赐之。将申辞让，晋侯曰：为子寡人不能计和。夫赏国之典，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将于是有金石之乐，春秋善之，取其臣节中以辞公，君之臣以岁赏也。今陛下祭之，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赏，遂听公之故辞，不顾春秋之名义，则名臣何称？万事何数？臣非所以为国也。臣愚以为宜徽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赐之品一皆如之。诸子之风，皆如六子。及群下教然书中，黎庶昭然感得。臣诚书中，明诚感得，则于王室何有？为陛下身为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宜行于周之圣，赤敬伯禽之赐，无临周公之报，令天法有赦，后世有祖，天下幸甚。太后已是群公，群公方议其事，会吕宽事起。初，莽欲擅权，白太后，前哀帝立，被恩义，自贵外家。丁，父劳乱国家，己为社稷。金帝以幼年复奉大宗，为成帝。后，移民一统之意，以借前世，为后代法。于是遣贞封奉喜，受即拜帝母为继位中山孝王后，四帝就位保保帝玄爵关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莽子语非莽隔绝卫士，恐帝长大后见怨，与及私遣人于保等通书，教令帝母上书求入，语在为后传，莽不听。于与世无张及父兄吕宽议其故，张以为 PG 1363。莽不可见而好鬼神，可谓变怪以惊惧之。张英推类说令归正。于卫士与即使宽夜持血酒莽地门，立发觉之。莽之与宋玉饮药死，与妻焉怀子，系欲驱缠子以杀之。莽奏言与为吕宽等所挂物，流言惑众，与管蔡同罪，臣不敢饮其诛。甄邯等白太后下诏曰：夫唐尧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圣王奈下与子何，以其性不可疑也。公居周公之位，辅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诛，不以亲亲害尊尊，朕甚加之喜。周公诛四国之后，大化乃成，至于行错，公其专义一国，其余治平。莽因是诛灭魏氏，穷至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杰素妃。义夷者，内及晋武公主、梁王立、洪阳侯立、平阿侯仁，使者祸首皆自杀，死者以百数，海内震焉。大司马护军包奏言：安汉公遭子与献于管。蔡之孤子受至重，为帝室故不敢顾思，为与遭罪，愧然奋发作书八篇，以戒子孙。一般郡国令学官以教授，世下群公，请令天下力能送公戒者，以这官布。比孝经四年春，交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职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官风俗。太保顺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意，太上有立的其自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为至德大贤，然后能知其在人臣，则生有大赏，终为宗臣，应之一引周之周公事也。即名尚书，
者八千余人，贤曰：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周公享妻子之封，有过上公之赏，宜如臣重言。张下有司，有司请还。前所邑二县及黄油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称号，加公为宰。衡为上公，愿使至六百石。三公言氏，称敢言之。群吏无得与公同名。出众其门二十人，与邻三十人，前后大车十乘。自公太夫人号曰公显君，食邑二千户，黄金印赤符，封公子南。PG 1364。二人安慰包兴侯，临位赏都侯。加后聘3700万，何谓一万万以明大礼。太后临前殿，清风拜。安汉公拜前二子，拜后如周公故事。莽击首辞让，出奏封事，愿独受母号。还安临应符及号位护议，世下太师光等皆曰：赏未足以值。公签约退让，公之长节终不可听。莽求见故让，太后下诏曰：公每见叩头流涕故辞，今一病故当听其让，令事是邪，将当遂行其赏，遣归就地也。光等曰：安临亲授应符册号通天，其意昭昭。黄油赵林新野之田未入油多，皆止于公。公欲自损以成国化，以可听许。至平之化当以时成，宰衡之官不可事及。纳征前乃以尊皇后，非为公也。公显君户只身不传。包兴赏都两国合3000户，甚少矣。忠臣之节，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意，以遣大司徙、大司空持节呈至赵。公即入世事，赵尚书务复受公之让奏，奏可。忙来起世事。尚书言：臣以元寿二年六月戊午仓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宫，与身拜为大司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为太傅，赐号安汉公，被四府官。今年四月甲子父，拜为宰衡，未上公。陈莽福自为爵位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位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众一身蒙大宠者。五成非彼臣所能堪。据元始三年，天下遂以父官属一皆制。古梁传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臣愚以为宰衡官矣。正百辽平海内未职而无应信，名实不复。臣莽无监官之才，今圣朝既过物而用之，臣请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成受臣莽上太傅与大司马之印。太后诏曰：可。福如相国，朕亲临受焉。莽乃复以所意纳征钱千万，以与常乐常欲奉供养者。太保顺奏言：天下文公不受干城之土，辞万金之币，散财施与千万数，莫不相化。蜀郡男子陆建等辍送，残坐而退，虽文王却于瑞何以家，一报告天下，奏可。宰PG 1365。横出从大车前后各十乘，直视尚书郎带御史夜者中皇门，其门与林宰衡长持节所指夜者代持之。宰衡愿使至六百石，三公称敢言之。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著舍万曲作事，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了金一博士员，金各五人。征天下通一义教授11人以上，即有义理、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中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义者皆一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智者前后千数，皆令计说亭中，将令正乖料一义说云。
群臣奏言，习周公奉祭体之祀，具上公之尊，然由七年制度乃定。夫名行辟雍，堕废千载莫能兴，今安汉公起于帝家，辅翼陛下。四年余资，功德烂然。公以八月载生破庚子奉使，朝用书临赋。迎祝月若一星丑，诸生庶民大和会，十万众并集，平坐二。寻大功必成。行于发举，成周造业，成王以家。载恒未移。在诸侯王上，赐以数国家币，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里马二四。诏曰可。其一九席之法。冬大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且尽。五年正月，节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祝祭。李弼封孝宣曾孙姓第三十六人位。列侯于皆一户赐爵金帛之赏各有数。是时吏民以莽布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及加赏于安汉公。于是马上书曰：臣以外属月赐备位，未能奉称。伏念圣的纯茂成天当古治理以治民，作乐以遗风，四海奔走，百蛮并争。辞去之日，莫不允替，非有款承，岂可虚制？自诸侯王以下至，于立民贤之臣莽上与陛下有家福之故，又得典职，每归功列。得者则以臣莽位于言。臣见诸侯面言事于前者，未尝不流汗。PG1366，而见愧也。虽信于彼，至诚自知，得薄位尊，力少任大，夙业暴戾，常恐侮辱圣朝。今天下至平，风俗其风，百蛮律服弊。陛下圣德所赐公卿、太师光、太保顺等辅政佐治，群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间治至此焉。臣莽实无奇策一谋。奉承太后圣诏，宣之于下，不能得神医。受群贤之筹划，而上以闻不得能神武，邦被无益之孤，所以敢且保首领须臾者，承上修陛下余光，而下依群公之故也。陛下不忍众言，折下其章于意者，臣莽前欲立奏旨，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礼已行，祝祭者毕，辞不生志愿，愿诸章下议者皆请勿上，使臣莽的尽力必治理。作乐事，事成以传世天下，于海内平之。即有所兼非，则臣莽当被挂上误朝之罪。如无他遣，得全命赐骸骨归家避嫌者，禄是臣之私愿也。为陛下哀怜才信。甄邯等白太后诏曰可。为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立民悉然同辞，联手缺廷，故下其章。诸侯宗室辞去之日，复见前重臣，虽小欲罢遣，犹不肯去，告以孟夏将行爵赏，莫不欢悦，称万岁而退。金公美见折流涕叩头言愿不受赏，赏及家不敢当位，方制作未定，是虚功而绝，故且听功制作必成。群公以闻，就于前议其酒席礼仪即奏。于是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二人皆曰：圣帝明王昭贤却能得胜者位高，功大者赏厚，故宗臣有酒命上公之尊，则有酒席灯等之宠。今九族倾慕，百姓祭章，万国和谐，黎民时庸，圣瑞必勤，太平以洽。帝者之圣莫隆于堂，于而陛下任之。忠臣冒功莫者于一周，而宰恒配之。所谓一时而兴，如何服者也？仅以六艺通义，今闻所见周
官，李绩宜于今者为九命之席。臣请命席。奏可。策曰 ,PG,1367。为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临于前殿，言登清照之。曰恭敬须听朕言。前公肃为孝成皇帝时有六年，纳册进中。白珠固定灵侯淳于长以迷乱法奸，登大司马职在内府。孝哀皇帝即位，交妾窥玉奸臣蒙动，攻守和高昌侯董弘改正。固定陶共王母之建作。自是之后，朝臣论议，靡不惧惊。已定。此位归于帝家，为贼臣所献。救国之后，孝哀皇帝觉悟，复还宫长安，临病加剧，由不忘宫复特进位。事业仓卒，国无楚主奸臣冲朝，为待甚矣。朕为定国之计，莫疑于公，引纳于朝。即日罢退高安侯董贤，转漏之间，中策折见纲纪贤章。寿和元寿再遭大刑，万事皆举祸乱不作。辅政五年，人伦之本政，天地之未定。倾城神奇，经纬四时，覆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师，天下和会，大众方极。师之灵台，书之作。若稿经之志，商议之度，于今复兴。昭彰先帝之元功，明着祖宗之令的推显严复配天之意，修立交地宗嗣之礼，以光大。孝是以四海拥拥，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照自治，见化端。免奉真助祭，寻就本道，尊树重古，动而有成，是得绝中。至得要道，通于神明，足考嘉享。光耀显彰，天福人真，元气霸同，灵凤归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遂治理作乐，有虽尽。宗庙社稷之大勋，普天之下，唯公世赖官在宰衡，位位上公。今家九命之席，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职，乃遂及绝祖。余系岂不修哉？于是莽稽首再拜，受律服滚冕衣裳，归唱蹦壁巨履鸾。鹿乘马，龙骑九流，皮变素鸡，荣鹿乘马，同公使，卢公使。左见朱月，右见金漆，甲胄一句，句唱二有归赞二九命亲。玉归二，朱户纳币。蜀宗官、柱官、补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嘉令成各一人，宗、柱、补、史官皆至色夫，左官汉宫。在中，府外地虎贲卫门卫，当出入者复籍。自四府，三宫有事府地。PG1368皆用传。以楚王抵位安汉宫地，大善至通州位。祖明庙即请，皆为诸户纳币。臣崇又奏安汉宫祠祖迷出城门，城门孝位宜将其事从。入有门卫，出有其事，所以众国也。奏可。其秋，忙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武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爵南山，进汉中。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其同，诈魏郡国造歌谣，宋功德凡三万言。莽奏定者令，又奏卫士无二甲，官无御送，亦无盗贼，也无鸡鸣，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志，犯者相刑。刘兴、陈崇等十二人皆已至明堂，宣教化，封位列侯。莽继至太平，北化匈奴，东至海外，南怀黄之为西方卫。有家乃遣中郎将平县等多持金币又塞外羌，使献帝越内属县等奏言，羌豪良院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仙水海云谷岩池平地美草，皆与汉民自居贤族楚魏藩蔽。问良院将议，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治人，天下太平。五谷成熟，或合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减不残。
自成甘露从天下，礼泉自地出，凤凰来仪，神爵降级。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蜀。已以食楚业至蜀国，领户。是下莽，莽复奏曰：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何弃四塞，绝育殊俗，靡不慕意。月上是崇义县白雉，黄之字三。万里共生息，东夷王渡大海，奉国真，匈奴丹于顺制作，去二名。今西域梁苑等父举地位臣妾，席唐尧恒备四表，一王以加之。今景岸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梁苑等所。现地位西海郡。臣又闻圣王去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已至。州界。汉嘉帝广二帝、三王，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时有二州，后定位九州。汉嘉扩地辽远，州牧刑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谓久。仅以今议政十二州名分界，以印证。是。奏可。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PG 1369。您使愿矣。全陵侯刘庆上书言：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舍。今帝赋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郡臣皆曰：宜如庆言。公迎或入月中。平帝即，莽作策，请命于太治，待毕秉归，愿以身代。藏策金腾，至于前殿，斥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地崩，大赦天下。莽征名黎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历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时元帝是爵，而宣帝曾孙。有建王五人，列侯广、七侯贤等四十八人。莽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位后。乃犬学孙中最幼广七侯子婴，年二岁，托以为补乡最急。是月，前辉光谢萧奏武功长孟通郡景的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着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伏命之起，自此。时已。莽命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顺为太后，事已如此，无可奈何，举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他，但欲称赦以重其权，田服天下耳。太后听许，顺等即共令太后下诏曰：盖闻天生重名，不能相治，谓之力。君宜同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托而居舍焉，然后能奉天事耳。成帝化群生冒欲。殊不云乎？天公人其待之。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统国政，己家元服，伪政而属之。今短命而崩，呜呼哀哉！宜时有私征孝宣皇帝玄孙二十三人，插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后。玄孙年在襁褓，不得志的君子，孰能安之？安汉公莽辅政三世。比遭忌讳安光汉室，遂同书封。至于制作，与周公亦是同服。今前辉辉萧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服，朕深思决议，云为皇帝者，乃涉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义，非圣人者枉法。其令安汉公居舍建作，如周公故事。PG 1370。以武功献为安汉公采帝，名曰汉光义。